原标题：宋朝的这位皇后心狠手辣程度不输武则天，皇帝被她活活吓死。古代曾出现过好几位掌权的皇后，但只有武则天一位女皇帝。武则天不仅工于心计，手腕也非常强硬，而且心狠手辣。《资治通鉴》上记载，武则天为了能当上皇后，竟然把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掐死，然后将此事嫁祸给王皇后，最后还把她做成人质。对于反对她的大臣，武则天更是毫不手软，连唐太宗的大舅哥长孙无忌都被贬官流放，她最终自缢身亡。说到武则天，许多人就会想到慈禧。虽然慈禧没有登基称帝，却把持朝政几十年，还将光绪囚禁起来，并且把珍妃杀死。客观来说，慈禧也挺狠的，但她在咸丰活着的时候并没有机会，也不敢染指朝政，否则分分钟被冷落。宋朝有一位皇后心狠手辣程度与武则天和慈禧相比一点都不逊色，皇帝都被她活活吓死。此人名叫李凤娘，宋光宗的皇后。父亲李道也不简单，曾做过节度使。他出生当天，一群乌鸦在李家的房顶上飞来飞去，李道认为这是一种吉兆，就给女儿起了个李凤娘的名字，希望她能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。李道结识了一位相士，就请他为女儿相面。相士看到年仅几岁的李凤娘后大惊道：此女面相极贵，日后前途无量啊。李凤娘姿色出众，加上出身显赫，十几岁时就嫁给了太子赵敦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子妃。对于这门亲事，宋孝宗本来是不同意的，因为他总感觉李凤娘心机较重，奈何身为太上皇的赵构赞成，而宋孝宗非常孝顺，不敢反对太上皇的意见，只能无奈接受。自从成为太子妃后，李凤娘的本性逐渐暴露，嫉妒心太强，而且为人处事也过于霸道，对太上皇赵构和皇帝宋孝宗也不咋地，更谈不上孝顺。或许宋孝宗也想过把他废掉，只是碍于皇室的颜面没有这么做，一直选择忍，希望他以后能有所改变。但是李凤娘是那种得寸进尺的人，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越来越变本加厉。赵敦一直都很怕李凤娘，甚至害怕到不敢在他面前大声说话，即使在当上皇帝后依旧如此，心里甭提有多压抑了。宋光宗也想像其他皇帝一样拥有众多妃子，但由于李凤娘的干涉，一生只有过三个妃子，简直是太过寒酸。皇帝能混到这个份上，历史上都不多见。有一次，宋光宗趁着皇后不在，就多看了侍女几眼，并称赞道：你这双手挺好看的，细腻红润有光泽，朕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双手。悲催的是，此话恰好被赶来的李凤娘听到，她就把侍女的手给砍了，并且用精致的盒子包装好，并面带微笑的交给皇帝。宋光宗打开一看，差点吓得坐在地上，之后大病了一场，并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阴影。从某方面来说，他是被李凤娘吓死的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趁皇帝不在，派人把姓黄的一位贵妃给害死，将另外两名妃子送给京城的平民。宋光宗回来之后，发现三位妃子都没了，顿时哭得像个孩子。明知是李凤娘做的，却不敢说一句埋怨的话。这个宋光宗还是个奇葩，对李凤娘言听计从，从父亲宋孝宗生病到去世，他都没去看一眼，连葬礼都没有参加。此事彻底激怒了文武百官，他们就把家王赵括扶上皇位，并把李凤娘在朝中做官的亲戚都给免去官职，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